我哋嘅将来可以有多方面嘅发展。现时嘅香港中学会考同高级程度会考将会被2012年开始推行嘅香港中学文凭考试逐步取代。新嘅香港中学文凭无论喺本地或海外都得到认可。将来我哋选择各种升学途径亦或求职就业都可以畅顺接轨。香港中学文凭致力各方认可，成就多元出路。